来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嘞，啊，非常棒的料子啊，木纳包浆，自然光看一下，这里面全部是冒黑点啊，说明这个料子里面的玉肉是直接发黑的，啊，发黑的意思是说这个种非常的老啊，木纳玩其他的皮革我不管，但是包浆皮革是必须要玩的啊，包浆皮看到没有，这品质啊。这是最差的部位啊，最差的部位，最好的部位在这里啊，全部脱沙了啊，包浆起脱沙的料子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发黑的地方都是有种有肉，而且有个蛋情底的啊，这个料子做出来的锅非常漂亮。这个料子我给你们称一下，522克啊，块头不小啊，一斤多啊，一斤多。有喜欢这一块的老铁啊，直接来搂它，这个料子做锅非常棒啊。只要出一个牌子，其他都是赚的啊！这个料子给你们18000直漏。